在最美的时光遇见你是上天之意，虽然是晴是雨却从未心意，我也会一直牵着你演绎属于我们的电影，风会起水会腻爱也会继续，海底捞月，港上开花，洗牌，门清一摸三。奶奶还是像从前一样，每天早上都要打这套奇怪的麻将拳。海底捞月，哦，我不能过去。我现在应该还在北京，要是突然就这么冲过去，奶奶一定会问怎么回事。我已经掉了这么多头发，万一被她看出来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清楚。可是奶奶咳得这么厉害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奶奶，妈，妈，你怎么突然咳得那么厉害？哎呦，没事的，我刚才一个深呼吸呀，小虫子飞到我嘴里了。呛得我差点没倒过气儿来。原来是这样，奶奶您可把我们吓死了。是啊，妈，您要是没事的话，那我去公司上班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去上班吧。景晨，一会儿咱们中午吃个饭好不好？爸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嗯，等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啊。爸整天为公司的事情操劳，我以前竟然没有留意到，爸的白头发已经这么多了，行动也有些慢了。你看我这不没事吗？奶奶小心。奶奶，那我去上班了。哎，景晨，我看你最近好像有心事，有什么事别闷在心里，跟奶奶说，奶奶会帮你的。奶奶，我没事的，您别担心我了。真的没事啊，你可别瞒着奶奶啊。真的没事的，倒是您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就放心了。好好孙子。好了，我去上班了。去吧。去吧。哥是怎么了？看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路边的野花。哎，小刘啊，这谁的文件呢？怎么没带走啊？我刚才看见是静晨随手放这儿的。那快拿去给他呀。啊。静晨哥，你的文件。啊，差点忘了计划书，谢谢你啊。再见。
了吧，茶我给您泡好了。等一会儿，等我把全练完。哎，妈，你还好吗？好想再抱抱你。好想念你那时温暖的手。小刘啊，哎，一会儿你把院子扫扫啊。好。还有，房间里的地毯该清洗了，你请清洁公司的人明天过来一下。是，太太。另外，我看静晨最近有点瘦了，你去市场买点牛尾回来炖汤。好。妈到现在还是一样，老是操心个没完。家中大小事情都是他一手张罗。如果可以，我真想替妈分忧解劳，可是我现在……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哥哥，今天会是我见你们的最后一面吗？妈，您这拳也打得差不多了吧？进去喝口水。知道了，走吧。走，妈。来。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哥哥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们。要是我自己可以选择，我真的不想离开你们。我舍不得啊。雨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雨晴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啊，雨晴，雨晴，啊，雨晴，雨晴。这明明就是雨晴，她为什么不进去呢？你是说刚才看见雨晴了？嗯，怎么可能？雨晴还在北京出差呢。应该是的，那个女孩长得跟雨晴一模一样，她当时站在门口的墙边直哭，不过她还戴着帽子和墨镜，我也不是特别肯定。那你这么说呀，肯定不是雨晴了。我这个当妈的还从来没见她哭过呢。行了，小刘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哎，丽文呐，雨晴到北京参加研讨会，我算了算，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吧？啊，不过刚才如果真是雨晴的话，她为什么在外面哭不进来呀？难道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问问他。对，赶快打电话确认一下，省得我们在这儿提心吊胆的。是妈打来的，看来刘嫂把刚才碰到我的事情告诉她了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雨晴啊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在北京啊。你还在北京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妈就是算了算时间呀，估计你也该回来了，所以问问你。还有，小刘刚刚在门口看见一个人，说是特别像你，我们都还以为你回来了呢。怎么可能？妈，我还在北京呢。刘嫂应该是认错人了。啊，对了，妈，我研讨会结束了，
不过我不想马上回去，我约了几个朋友要去旅行，还不确定去几天。不过我旅行结束之后就会回家的。我会小心的，你要好好保重哦。好，妈知道。乖女儿，在外面好好放松一下啊。啊，什么？你要跟奶奶说话？好，等等啊。妈，雨晴要跟您说话。哎，雨晴啊，雨晴，我是奶奶。哎呦，你这次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奶奶想你呀、啊。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啊，雨晴，雨晴，你听见奶奶说话了吗？听见了。奶奶，我也好想您，好想抱抱您啊。你呀，你小时候最爱黏着奶奶了，动不动就让奶奶背着你走。奶奶现在老喽，背不动喽。奶奶，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好好吃，好好睡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让我担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雨晴啊，你也早点回来，奶奶想你，奶奶等着你哦。好了，奶奶，旅行一结束我就马上回去，我朋友来接我了，我得走了。您多保重身体，先不说了，再见。好好好好好，哦好，再见再见。怎么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那肯定是小刘看错了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我也很想回家陪着你们，只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。好，就按照这个计划做吧。好，知道。金晨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我爸约好了吃中饭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吗？啊，这样不好吧？我爸约我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金晨，我觉得应该把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告诉你爸。我担心时间拖得太久，他以后知道了会不高兴。小军，我跟小云刚分手不久，要是现在就把你介绍给我爸的话，我怕他会乱想，怕我把你当成替代品，这样对你是不公平的。我不在乎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会等你，等你走出阴影，忘了小云。但是锦晨，光凭我一个人的努力我实在做不到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跟我一起努力好吗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嗯，那我们一起去见你父亲吧。稍稍等我一下，我去补个妆，马上就好。
什么？你跟静晨分手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小两口啊，吵吵架，拌拌嘴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为什么要分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到现在我还觉得像做梦一样，一点现实感都没有。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，静晨居然会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别人我不敢多说。静晨追你的时候，那对你是百般呵护啊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你说这么好的一个男人，他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？对了，静晨送你的礼物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帮你们照顾着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干嘛这么神秘啊？到底还要多久？好了，站好，转过来。现在先闭着眼睛，不要睁开啊。好，我数到三，再睁开眼睛。一、二、三。祝日升起，为我们铺去，翻点大洋，潮湿大洋。我爱你的心，却周围有大洋。日后彩虹为我们灿烂，花点大洋，也点大洋。我对。好美啊，这是你为我订的吗？岳峰也帮了我一些忙，来看看漂亮吗？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真的？太漂亮了，它既有几何学的抽象，又充满了生命的美感。不过你为什么会想到送我一面植栽墙？这不是普通的植栽墙，你看那就好像所以，你做这个事……我知道你要问我，为什么要送你这面纸栽墙？因为我觉得爱情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融合在一起，变得密不可分。就好像你喜欢具体的空间设计，而我喜欢抽象艺术。如果没有爱情的话，我们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个体，永远不会有交集。但是现在有了爱情，你就是我的艺术，我的生命，就像我们两个一样。品有名字吗？有啊，而且刚刚你已经说出来了，他就叫我们。当时跟我说，如果没有爱情，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，
有了爱情，我们便是一个整体。我以为他说的会是永远，可是没想到，才过了几年，一切就都变了。小鱼，静晨这个人呢，我是比较了解的。哎，你别看他平时懒懒散散的，乍一看好像对现实环境逆来顺受的很，可是他呀，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事情，那个劲头，石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所以，你说他变心了？不可能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我也不想相信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小云，我们先回去吧，晚点呢，我给静晨打个电话。谢谢你，师哥。孙董，嗯，嗨，江董啊，哎呀，怎么来那么早啊？我刚开完会，顺路接女儿，所以就过来了。哦，这就是你的女儿啊？哎呀，一看就是你的掌上明珠。伯父好。好，你女儿既漂亮又有气质，我听说她还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呢。江董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哈佛毕业算什么？最让我值得骄傲的是，他弹的一手好钢琴。是吗？上个月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，他拿了个第一名啊！哦，原来还是一位钢琴家呀！啊，好了，爸，怎么还夸自己女儿夸个没完了？事实嘛，我就是要孙董知道，他儿子优秀，我女儿也是出类拔萃的，你们旗鼓相当，正好是一对儿啊！哎呀，爸，人家都还没认识呢，怎么就说这个？嗯，是天生一对。哎，江董，咱们进去坐。好好好，我儿子有事。耽搁一会儿，马上就到。没关系，啊，我们到里面先坐一会儿啊。行，走，啊，赶紧叫晋晨过来。是。我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，能不能进孙家？就看今天了，我可不能弄砸了。喂，金晨，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呀，江董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金晨马上就到，我们先点餐吧，好不好？不着急。等金晨来了，一起点吧。是啊，不差这一会儿。金晨来了，我们一起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先坐下来聊聊天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爸，江董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啊，我刚要过来的时候，正好有个急件要处理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。啊，没关系。年轻人以事业为重，公事要紧啊。对对对。啊，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儿佳怡，这位是金晨。佳小姐你好。你好。敬仰大名，我爸常常提起你呢。是吗？哎，我实话实说，晋晨一表人才，为人谦虚，做事又干练，我个人非常欣赏他。佳怡，你觉得呢？爸爸和我的眼光很像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呦，江董您过奖了。江董啊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，养这么好一个女儿，女儿就是好啊，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。那是因为啊，晋晨啊，他优秀。要是平常啊，他可爱跟我唱反调了。爸，怎么就说我？来来来，坐下来谈啊。好好好，来，坐。来。光儿子好啊还不够，关键是得媳妇好，亲家好才行啊。说的没错。难道今天这顿饭是孙伟涛替晋晨安排的相亲？那可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今天的这顿饭吃素。啊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
伯父，怎么会没有我的事呢？今天我和靖晨是有事想和你说。你叫我什么？伯父？对啊，现在不是在公司里，从礼貌上讲，我当然要叫您一声伯父了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回公司再谈，你现在先走吧。啊，我难得能和伯父一起吃饭，而且正好江董和江董的女儿也在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们要谈正事，你先走吧。我正好也有正事想要和伯父说，可能你还不知道，我和靖晨已经在一起了。孙董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这啊不，哎呀，他胡说八道。锦晨，你快点向江董解释啊！你们到底……爸，小军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已经跟他在一起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孙，你耍我？锦晨有女朋友了，你还拉我们过来吃这顿饭？不，你自己家里的事你不清楚吗？为什么还拉我们过来？还当着我们的面摊牌？我没事干了，你让我的女儿难堪，你知道吗？这江董啊，不，他就是胡说八道。你看我自己的儿子，我还不清楚吗？江董，老孙，我把话撂这儿。当初可是你舔着老脸把我女儿介绍给你儿子认识的。哎，是是是是，我今天肯带女儿来跟你儿子见面，是给你天大的面子。哎，对对对，谁知道你会这么做？我们走着瞧。佳怡，我们走。哎，江董，江董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江董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江董，我跟你说，那完全是个误会。那个，哎呀，那个女的只是一个小秘书，你说我儿子怎么会跟她在一起呢？再说，好了好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们以后啊不会再合作了。不是，这我们之前谈的合作开发案不用再谈了。哎，走，江董。给我走。爸，我根本不知道您今天要带我来相亲。闭嘴！你真行啊你。爸，靖晨，让我和董事长好好聊聊。放心，我能应付。董事长，我要向您解释一下，刚才我和靖晨说的那件事。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，还有两个月的补偿金，拿着，马上走人。你要辞退我？只是因为我和靖晨在一起。哎呀，拿钱走人，离靖晨越远越好，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孙伯父。不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我是靖晨的秘书，我走不走是他说了算。哼，他说了算，我是董事长，我想让你走，谁能留得了你啊？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觉得我儿子是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的吗？是他自己说的。男人说什么你都信呢？要不是我儿子失恋，你使了点手段，就凭你有资格当我儿子的女朋友吗？有没有资格是靖晨说了算，而不是你。哼，
哎呀，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。以前你在公司当职员的时候啊，我还真不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不过自从敬晨破格提拔你做他的秘书以后，你的险恶用心呢、就越来越明显了。我知道你图的就是钱嘛。好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拿上这些钱走人，离开这里，以后再也不要纠缠晋晨了。董事长，我和晋晨在一起和钱没有关系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就算你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会离开的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好好啊，你演得真好，你的这副爱情无敌的样子演得真是无懈可击，但是我不信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爱的不是敬晨，你爱的是他的家世背景还有他的价值，换句话说，你爱的就是钱。总经理好。你好。哎，对不起总经理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董事长吩咐了，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许进去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我知道我在你的眼里一文不值，但是你犯不着用钱来羞辱我。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，我爱晋晨不是因为孙家的钱，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反对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晋晨的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爸是不是为难你了？景晨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没有什么钱，家里也没有背景，觉得我配不上你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我爸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你爸给我钱让我走。我爸就是这个样子，他总是认为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你不要理他啊。晋晨，你会不会因为你爸反对我们你就不要我了？小军，你别胡思乱想，这件事情我还得找机会慢慢说服我爸好吗？可是话虽这么说，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对我有误会了。晋晨，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带我回家，让我有一个机会好好跟他们解释一下？小军，这不太好吧，我爸现在还在气头上。啊，对不起。我先接个电话。是什么事情？晋晨为什么不能在我面前说呢？岳峰，你说真的还是假的？小云在你那儿？孙晋晨，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当我看到小云的时候，她整个人都瘦了好多。还有，你送给她的那个礼物，就是那堵墙，小云看到之后非常非常难过。不知道你们两个有什么矛盾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就不能坐下来把事情说清楚呢？你让小云这么难过，你难道就不心疼吗？师哥，让我跟他说吧。你等一下啊，小云要跟你讲话。哎，岳峰，我现在还不想。你不想什么？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和我说话？景晨，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你这么不相信我。但是当时你把戒指送给我的时候说过，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分开的。如果我们没有了对方，我们的人生就不完整。到现在我还相信你说的话，所以我又回到这里住下来。我会在这里等你来。小云，我不知道我到底……景晨，你在吗？景晨，你说话呀，你在和谁通电话呀？说了这么久。啊，没什么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事情，改天再联络吧。金晨，小云，静晨怎么说啊？他把我的电话挂了。啊，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听到我的声音吧。不会吧，我刚才在电话里和他说你在这里，他听了之后好像非常吃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想静晨他肯定会过来见你的，到时候你们把话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金晨，你还好吗？为什么接完电话脸色这么难看呢？没什么，我大学的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。不是赵小云对吧？小军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我跟小云真的已经没联系了。我相信你。那今天晚上你会带我回家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静晨怎么还没回来？等他干嘛？这又怎么了？早上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了？今天的事把我气死了，别提他。你紧张吗？但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不紧张了。那进去吧。奶奶，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这不是小军吗？锦晨，你带小军回来，怎么也不跟奶奶说一声？来，小军，到奶奶这儿来坐。来来来，奶奶。沈小军，你可真行啊，追到家里来了啊。奶奶，伯父伯母，今天静晨带我回家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两个已经正式交往了，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。静晨，你跟他哎呀，结巴什么呀？我来说，你们俩在一起了。奶奶，我帮你倒杯茶。哎，不用了，伯父。免了，免了，免了。小军，你先别忙，坐下吧。
金晨，他才给你当了几天的秘书，啊，发展的够快的，都领到家里来了。伯父，我是真心爱金晨的，不是那种随便乱来的女孩子。我问你，当初你和那个赵小云爱得死去活来的，什么都不顾了，你也没敢把她领到家里来。是啊，金晨，你才跟小云分手几天呢，这就有了新的女朋友，好像也太快了吧？你是不是打算多交几个呀？奶奶，不是像您说的那样。我说什么？什么样？沈小军，你是真心爱我们家静晨吗？嗯。哼。哎呀，你别看我们家家大业大，想进我们这个家，端我们家的饭碗，当我们家的媳妇，哼，可不好当啊！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伯父，为了静晨，吃再多的苦，我都愿意。你都愿意？嗯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刘嫂。哎。哎呀，你平常啊也忙得够呛，家里呢有很多事都是你做，现在呢家里来了一个准媳妇，所以你以前做的事都让她来做，你动口她动手。魏涛，你干什么？这闭嘴。想当孙家的媳妇呢，就得守孙家的规矩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随时可以离开啊。爸，这不好吧？我愿意。抱歉也没用，给我一百个借口，让我相信是理由，怎么聊下一句话说走就走，给我你的借口你的理由，让我承受，还给你我的快乐我的回忆我的冲动，爱情握在手中，抓得越紧失去的越多，从今以后告诉自己是关于你，不要再提，还是会一次又一次让你闯进我冰冷的心，让